哎，我们看一下，23号队伍是被1号队伍给包围在了这个水厂的防区里面。这个板儿搁这趴着，他一动没动，他被发现了，他站起来一梭子，一梭子四个打残了我们的直播间恶霸。哎，但是他的队友小鸭子也是被好几个弹头轮胎给收掉了一梭子 AK 没有打中，非常的可惜非常可惜，双全男第四手，没有办法被发现在了这里非常的可惜。我们视角切下一位我们看一下19号队伍，他们的右边是有11号队伍在转点的，他们两队会不会遇上呢好像没有现在这个地图上人分布的很散散得很开，打架应该是现在是打不起来，应该要过一会儿，等下一个圈应该就会打起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本局比赛的超级大头枪，我操4号队伍的这个他怎么他是低保吗他应该是个低保他应该是个低保。我以为他是个大毒枭，其实他是个低保我们看一下本局比赛的究极大毒枭2号队伍的吴伦欢、菊汽水、加菲涵和辣妹青青荣获我们本场比赛的究极大毒枭。很能扛特别能扛，我就是扛都进圈，我就是拿前三我慢慢的进，我不着急，我心里面一点不慌，心如止水，心如止水我甚至丝毫我还能收点防区还在收，他还在收，他依然在收我们再看一下11号队伍好像是要和19号队伍碰上了看到了看到了，他发现对面山头是有人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19号队伍这个瓜子瓜子选手他也是发现了下面防区是有人我们看怎么看一下这个，他是炸了一辆车，炸倒了两个人，我们的金马少年一波又被石盖也是成功的将我们10号队伍打残，他会不会开车直接顶过去呢？对面倒两个他开车了，金马少年开着他的大巴车直接顶到了13号的防区。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13号的队伍的这个操作情况他能不能救队友，能不能救起来现在在扶臭鱼烂虾黑曼巴我们的美特斯邦威也是被怎么说怎么又倒了一个你们我们这个20号队伍的金马少年和这个月雾是嘎嘎猛一个火力。